来参加辩论。哦，他们有个人哦，不谈其他人哦。院长，那个主席他是不公讲心事吗？哎，我会后再说好不好？各位媒体的朋友哈，大家早安。那么刚才跟主席还有两位副主席啊，我们有非常多各方面的一个这个交换意见，那特别表示三点意见，提供中央参考。第一呢，我强调国民党是一个民主政党，那么这个民主政党一定是不能以人设事，不能以人设事。第二，这个我们出选办法一定要符合公平公正的原则。第三，我强调，我重申，我一路参选到底的一个信心和决心。如果党中央办辩论的话，您会希望参加吗？是，我昨天回应过了，啊，非常愿意，非常愿意啊。有意愿来参加辩论？哦，他们有个人哦，不谈其他人哦。